想两位今天来，还是要想听听评审给你们意见吗？对啊，你必须有一天啊。哎，丁老师，丁小文老师，丁小文老师，请。对，今天这首《孤儿泪》哈，唱的就有气味的啦。这愧靠哈，真的唱得很好。虽然就说音准是有点偏低哈，但是唱歌我们很在意就是愧靠，尤其这首歌就拍请为，你那个为什么被哦被那个拖的尾音那个长音，那个叫我们的选手来唱还不一定可以唱得好，哦，这个是真的就是功力所在。那个被要收口的时候，你是有点渐弱，对不？我建议不要渐弱，可不可以强收？就没有了。本来很亮的点，到最后有点太弱弱，稍微尾音给它收一点，我觉得就会很漂亮。好，给你一点点小建议，好，加油，谢谢。郑志华呢？你想哪位老师帮你讲？王志平老师，王老师。我其实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像你这类，就是唱歌其实比较朴实，比较平时，很自然。虽然说你今天的音准啊，真的有点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我听得出来，就是你的感情啊、哦。其实你很帅，你只要有更有自信啊、哦。谢谢谢谢。你下一次呢，就是再多多练习，把音准练好，我觉得你好前途无量。好，谢谢谢谢老师。当然最重要也要消除紧张了哈，太紧张。今天不管输赢怎么样，大家都以歌会友嘛。对，吕明州到底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吕明州可以得到的分数是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。恭喜得到91.4分。接下来我们曾志华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分数慢慢跑，来到了87、88、88、89，小数点得到的分数是89.4分。你恭喜吕明州，哎，获得5000块奖金，恭喜你。不管到几岁，我们都要继续唱下去。是，秋瓜快乐嘛？那医学报道的唱歌也会让人家非常健康，延年寿命。感谢您来哈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掌声再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。